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。那当然今天的一个加权指数啊，在这个台积电啊、联发科跟鸿海啊这个带领之下的话，这个大盘啊大涨了256点啊，再创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。这个就是延续严老师之前啊在16000点的时候告诉大家，这个大盘大家要偏多来操作哈。那当然今天大涨256点哈，那未来还是会涨。因为这个多头的一个格局啊，趋势里面哈，目前为止啊，完完全全没有看到所谓的空方的一个讯号啊，但是这个地方的话，严老师必须要告诉大家，这个航运类股啊，经过两天的一个修正，已经正式结束了，那现在资金啊转到所谓的电子股，好，那你现在准备要进场买这些股票的投资人，你就是可以去买这个电子股。那如果说你要去布局未来有机会涨一倍、涨两倍的股票，那你还是买航运啊，那还是买航运。严老师的策标从来都没有改变，就是电子跟航运啊这两个族群，看资金在什么地方啊，我们就怎么样来操作哈。来，今天的大盘成交量并没有放大哈。大概还是维持4400亿啊，但是加权指数的部分啊，大涨了256点哈，再创波段新高。为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这个主轴在什么地方？主轴在电子股，电子股补量上攻，看到了哈。来，主轴在什么地方？在严老师告诉你的贵买指数小型股的部分，小型股今天大涨了29家。所以说目前为止啊，电子贵买，这个格局都没有改变哈。那至于说之前大家看好的，来，这个叫运输类股哈，来，昨天再创波段新高，盘中创高拉回修正，今天再修正回到所谓的支撑区，目前为止修正到今天为止6月12号已经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哈。所以说你未来要进场的，你就在这个地方进场。好，之前买在高档去的你也不用怕。类股轮动的话，运输类股未来还有机会翻倍。我这样子讲的话你不见得会相信啦齁，因为你们都在看节目啦齁。其实我比较鼓励说你可以长期的收看老师的节目，看看严老师解盘的一个逻辑跟未来要去验证的齁，有些事情的话到底齁有没有办法把它拼凑在一起齁。我不会说，对不对？一个节目讲了26分钟，然后我隔天跟你讲，我什么时候讲过什么话？我觉得那是鬼扯啦，不需要啦。这个吉人对不对？这个吉祥的人啊，他讲的话就少，吉人言寡啦。这个造人啊，言多，这个、言多啊必失啊。其实啊，我们都有点年纪的，其实我们的行事上面都比较稳重啦齁。股票市场里面的操作只有输家跟赢家，怎么样来区别你买对股票还是买错股票？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辨。第二个，这档股票明明是赚钱的，你什么时候去买？这个更重要齁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好不好？比如说中贵嘛，对不对？你最近去买的应该都赚不到钱嘛。但是你在低档去买的应该都赚得到钱嘛。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错吧。应该没有错啦，大家能够认同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一样嘛，阳明嘛，阳明你之前买在底部的，对不对？你现在你都赚钱啦，只要你不要去追高，包含这个对不对？万海在内也是一样，一样，只要你不追高，都赚得到钱了哈。那今天的话，这个台股啊，这个大涨嘛哈，那有三大工程，第一个工程，来。台积电，好，台积电怎么看？很简单，导型反转往上。我之前跟你讲过了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边有5个星，最少的话这边会怎么样？会多方趋势五根 K 棒啊，1、2、3、4、5啊，这边1、2、3、4嘛哈，大概明天还会再创波段新高。我之前拿大盘解也是一样啦，我说这个导型反转嘛，大盘嘛，
导性反转嘛，一二三四五嘛，对不对？今天一样是四啊，所以说明天一样会再创波段新高，啊，明天一样会怎么样？再创波段新高哈，这是今天的一个工程啊，台积电。第二个工程是什么？哎，鸿海。第三个工程是什么？哎，联发科。好，那这三个股票该怎么样操作？好，如果说你手中有联发科的，你就等它喷上去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当然是可以布局啦，好不好？那你手中有鸿海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已经喷出去了嘛，那你就持股续报，持股续报嘛，啊。至于说你有联发科的，不，至于说你有这个台积电的，啊，老师恭喜你啊，哦，今天最多到914块啊，未来不是几千块啊，有人啊一直把1000块钱挂在嘴巴上面讲啊，未来不止1000块啊，如果说3纳米的商机，啊，再加上什么苹果最近又要跟他下单哦，我认为啊这个地方你要看长一点。1000块钱不见得会满足他了，哦，1000块钱没办法去满足他。我是以长久的眼光来看的，哦，我不是短短的看得很短，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哈。啊，当然今天的节目很重要哈，哎，跟大家讲只有一个主轴，今天开始啊，机器人开始转强了，你看到所罗门做第二波的一个攻击，罗森今天涨停板。哦，耀华的部分啊又开始大涨的，这些都是机器人的哦，所以说本周的一个机器人的话，哦，它有机会再创波段新高，哦，这是本周的一个操作。下个礼拜这个资金对不对轮动嘛，哦，因为大盘目前为止轮动才能够持续攻击嘛，那下个礼拜的主轴是什么？我认为就是航运，哦，我认为就是航运，哦，当然这个严老师这边讲啊，我提供我个人的一个参考，啊，你可以拿笔记抄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未来的话，未来的话互相来验证一下啦，好不好？来看到这边哈，哎，台股底气非常足啊，目前为止五月份啊，创了一个上市柜营收的一个新高啊，啊，基本面强的股票，投资人比较有信心呐，啊，然后呢，美元强，人民币急贬啊，贬到不像话，因为经济能力比较差嘛。哦，这个经济比较差，所以说啊，这个人民币啊，啊，创了一个近7个月以来的一个低点哈，哦。那这张字卡你要去注意哈，哦，来，我认为目前为止这个是最有机会的啦，降息一码。啊，老师，降息不是越多越好吗？也不见得啦，经济好就降息降的少，啊，哦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你要看这边哦，啊，哦，这个美东码头劳资谈判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。我跟你讲，对于航运类的族群里面，都是利多消息。有人解读说啊，如果谈判好了，对不对？都不待机啊，对不对？航运就都来啊，啊，我会拿资料给你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到这张资料，阳明万海啊，五月份的营收啊，你有没有看过一家公司一个月的营收增加40%，40%啊？几乎所有的航运股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是以阳明跟万海来看哦，是不是啊？业绩这么好，股价连续修正2天，修正完了以后，它不会去怎么样去反映到它的营收吗？你们都喜欢看基本面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基本面的消息，这个才是营收的一个保证。营收啊，看到没有？月营收增加40%啊，投资人会不认同吗？我不相信啊，啊，我认为这台股的投资人非常的理性啊，哈。那苹果目前为止结盟这个，它是要冲刺啊，所谓的换机潮啊。好，那我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了哈，这个 AI 好，人工智慧的话，它比较适合在所谓的电脑，它不大适用在所谓的手机啊。所以说手机的一个开发跟所谓的电脑。哦，比如说我们的笔电也好，啊，哦，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桌机也好，哦，这个应用度的话，这个差很多，啊，哦，所以说你不要被人家什么影响了哦，一点那安诺，哦，人工智慧啊，那骗人呐，啊，你就问他，你的电脑有泡在水里面吗？懂不懂？这个散热啊，哦，一般是气冷式的、骑行式的嘛。那现在这个散热啊，归来点到坑的最来对，
其实这个小学生都想得出来了啊，我把这个水拿来冲一冲电脑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电脑散热散得比较快啊。但是他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啊，万一这个锈斗怎么办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说你想到问题，你还去解决问题啊。啊，我们人呢、啊，在这个世间上面啊，常常对于某一些事情会发表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意见啊。等到说人家真的叫你提出方法来解决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。哦，这个有时候就是人的一个特性了、啊、哈，稍微的要改一下了哈。好，你昨天看到外资大卖嘛？你今天会不会看到外资大买？如果昨天大卖，你紧张；今天大买，啊，你又认为说台股转好了，那你就是看不懂行情。趋势只有一个，抓对趋势的才能够赚钱啊。那有人说，老师这个哈马斯哦，现在接受了联合国啊。对不对？那以色列有没有接受？不知道，还是说哈马斯跟以色列都接受了？那未来一样在打？我跟你讲啊，啊，这个哦，他会跟你讲道理吗？他不会啊。那以色列会跟你讲道理吗？啊，在某些因素里面，以色列要比哈马斯要文明一点，但是以色列。啊，塔木德告诉他要坚持什么东西？我跟你讲啊，两个民族啊不一样啊，这文化差异性很大、啊。你如果说去过欧美国家也好，什么东欧啦、中欧啦，对，德国啦、荷兰呐、啊，这个美国、加拿大，你就会发现这个种族啊，这个之间啊，还是不管是文化啊、饮食的话，都是啊，这个有很大的一些问题啊。那我们今天的话，两级会员哈，尊龙跟我们的清代会员，好，手中有一档股票涨停板，好，我们不止在节目里面，我们拿出来验证，而且这份资料也送给大家了哈。来，时间点回到5月3号，五月三号标股哈，刚好就在5月3号，五月三号啊，上出去啊，多少号啊？啊，你该看一下，对，时间来，导播拉近一下哈，我们看一下，来，五月三号刚刚好哈，来看这边。五月的三号波段标股，我叫你做波段哦，我没有叫你什么做价差、哦，拿到就是你的哈、哦，张数要够哦。今天有没有再创波段新高？啊，今天有没有亮灯涨停板？有啦哈、哦，哦，今天成交量也放大到10000多张啊，没有让你失望哈、哦。啊，老师这个怎么看？很简单哈、哦，这边涨上去之后，对不对？它叫跌升以后的反弹嘛。好，那这边的话爆大量，大概都一万多张了哈、哦。你看股价经过震荡整理哦，今天才开始出现什么？出现什么？这个叫长红 K 棒，出现什么？补量上攻。从这边开始，讯息 KY 不一样。老师啊，哪边不一样？你慢慢验证好不好？我也不大想讲太多了。哦，这个起涨点送给你了，五月三号哦。大物中食物这个就对了啦，有无？哦，啊，这天跟你讲，你卖乌白白啊，有无？不要乱卖啊！啊，今天要告诉你什么？今天要告诉你是吧？来，好，一样，拭目以待。看节目的，拭目以待，认真看节目，不要有任何的想法，千万也不要跟单。谢谢大家。哦，因为我们本节目受金管会管制啊。不是每天跟你讲说啊，讯息好，啊，讯息棒，啊，你进来买，我跟你懂，你知道不？叫你卖来啦，你来了以后会把我们筹码打乱掉啦，千万不要啦，哦，看电视的哈、哦，拭目以待就好了哈、哦。五月三号来两级会员哈、哦，祝大家周五愉快啊、哦，持股续报。今天6月12号啊、哦，时间点的话很快哈、哦，早上9:28，对不对？直接亮灯。涨停板，我说洗盘结束了。刚刚对不对？给你看哦，这个整理时间很长哦。洗盘结束之后，未来有机会突破哈、哦，你一样是属于一个波段操作，谢谢合作了哈、哦。这是我们目前为止啊、哦，今天亮灯涨停板的股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哈、哦。那大家的话就是用眼睛看就可以了哈、哦。那现在的一个大盘哦，哎，是不是属于多方？我问你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对，那既然是的话，有些股票你要不要卖？根本不用卖，啊、哦，那反而你要去买股票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相信这张推背图啊、哦，
历史非常悠久，对不对？老师上节目上多久了，他就跟着严老师多久了哈。这个有历史上面的一个含义啊。推背图来，谁发明的哈？不是那个刘伯温哦，我先讲哦，是唐朝那个袁天罡啊。袁天罡已经塞五几项啊，李淳风哟，好哦，李淳风已经塞五几，好、哦、这个李淳风已经塞五几袁天罡了。哦、啊，这个传来传传传到刘伯温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传到严老师了，啊，我跟你推这个东西，不是随便跟你推啊，我哪一次跟你推到这边去，然后再推回来，然后再推过去，然后再推回来，动工的吼、哦，就伫家啦，啊，动工的才会推到这边啦、啊、看这边，今天加权指数22048点，未来还会再大涨。需要解太多吗？就跟你讲三个字，推背图啊，就结束了。这档股票来，昨天跟你讲的啊，没错了哈。昨天呢、哦，那、啊、今天呢、啊？这哇，老师这个图哈、哦，比较乱了 啊。一样啊，亮灯涨停板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强吧？啊，强哈、哦，来，这个股票也是一样啊，一只，啊，两只，啊。昨天拉回修正，大家好怕、哦，今天大家又不会怕了。我跟你讲，最近涨的股票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它是电子股，电子股里面又以所谓的之前有修正的股票，哦，它涨的会最多啊、哦。老师要提醒大家哈、哦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只要你有本事，台股这个世界就在你的手中，就让你可以掌握。找到标股能不能赚钱？当然可以啊，这是训周嘛，对吧？礼拜五的训周，今天还在创波段新高。好，你不要认为说老师要华丽北雕啊，我是卖掉了、啊。那能不能老师你能不能买回来？当然可以啊，买卖是自由的。5月21号我跟你讲的时候是怎样，十根涨停板啊，十几啊，十一个啊，十几啊，啊，今日又来啊啦。今天很好玩啊、哦，这集合竞价哦，有2300张去买啊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在买什么啦哈、哦。这样股票我们会员有啊，你不要以为说老师这个十只你就卖掉了啊，现在涨停板你又拿出来讲，我扎扎实实告诉你，我会员现在手中有啦，可以吧？啊，我们的普通会员来手中有啦哈、哦，来这个是环达。这个涨完了没有啊？你慢慢看哦。我说我看好罗森啊，我相信你自己去看袋子啊。这么多小蚂蚁在上面，你我也不知道你在怕什么啦。啊、哦，看到一根跌停板就怕，对。我要跟你说，你拉回早买点呐、啊，怕什么？啊，今天不会怕、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老师今天不会怕，今天好强哦。买了之后又上去了、欸。他已经分盘、分盘再分盘的啦，懂不懂？你下次要看到他真的很困难的，啊，因为他分盘交易了，再分盘呐、啊，好像是20分钟一盘呐、啊，啊，分到这样子的话就叫标股啊。我这样讲应该对吧？啊，我这样讲应该对吧？哈、哦，来，这个股票也很强嘛，是不是？永道 KY， 全新的，你买到的股票才是你的，你没有买到的股票跟你是没有关系啊。所罗门今天又涨停板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老师，你还有在做吗？你去扫描严老师的 QR code 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你去扫描我的 LINE 啊 ，QR code 啦，我里面会告诉你答案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新的股票，老师在今天的话啊、哦，因应这个加权指数啊再创历史新高，好，那六月份的行情会进入到台股里面最强最强的主升段。所以说我现在要推出来一档股票，我希望你现在在看节目的投资人，节目看那么久了，你需要验证，你需要赚钱的，今天的话就好好把握哦，这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哈、哦。信心 KY 亮灯涨停板，两级会员持股续报续赚就可以的哈、哦。简讯在这边啊、哦，信心 KY 的接班人，我让你来预约啊。哦，比他更强的，我今天开放给你预约。第一个打电话登记就有，所以说你电话拨快一点，电话拨通了就有。
第二个，你加入好友，留下姓名、联络方式，跟我们的啊，对不对 ？LINE 的管理人跟你讲说，我要做讯星 KY 第二，好，这两个管道都可以哈。打电话的，扫描 QR code 完成登记的哈。下一档股票发动点，我们立即通知。严老师今天只收168简讯费，只收168简讯费。前面啊，限额100位，前面10位也老师清代啊、哦。来，讯星 KY 的接班人预约下一档标股，今天直接拨打电话，今天直接扫描 QR code， 发动点明天早上9点以前，我们一对一直接通知，赶快完成登记，赶快拨打电话。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又迟到了。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嘞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，航运类股休息到今天为止的话，哦，应该已经修正结束了。那未来的航运股的话，它是属于一个先蹲后跳啊，所以说你手中有航运类股的哈，你也不用说过于紧张了哈。那我们会员目前为止的话，有三档航运类股的话，我们都是持股细胞，包含这个阳明、万海哦跟中贵哈。但是你现在在看节目的投资人，你千万不要跟单。啊，因为这个讯息的话，我们要开始保密了哈。因为很多人啊，在看节目的同时啊，啊，自己追单乱加乱加嘛，啊，我这样子你会把筹码打乱掉啊。所以说最好还是不要哈。那当然现在航运对休息嘛，我们现在就要把资金呢，啊，挪到现在有机器人，啊，机器人商机的股票，啊，要符合这个杰克里佛摩他的选股逻辑啊。底部买加码获利啊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获利的一个方程式啊，包含这个广明在内啊，今天的广明拉回修正之后又开始涨了哈，所以说你要注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哈，有时候涨停板我们是不会卖的哈。来，这张股票也是机器人的商机，叫昆盈啊，我相信之前业绩大成长，股价的话就喷得特别快，对不对？喷到分盘交易，我也公布了我们第一次的操作啊。来，三级会员获利超过55%以上，啊，这是我们之前所公布的哈，未来就不会再公布任何的简讯的内容哈。那这个叫尼德克的操纵，散热又开始做第二波的攻击喽。散热啊，包含这个旗宏也好，双宏也好，尼德克也好，啊，这三档股票都可以留意啦，都可以留意啦哈。这是我们之前操作的一个轨迹啊，这个股价到400块钱哦，我们也在节目里面啊。来公开的跟大家来做出一个验证哈，
请记得老师现在跟你讲的很重要哈，得飘股你就得天下，讯息未来会不会涨，你拭目以待哈。两级会员按照简讯操作哈，今天讯息的接班人，我让你打电话来预约，我让你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，我们明天早上九点钟就会开始通知哈。这一支没什么啦，接班人更强啊，现在电话拨通登记就可以了哈，不方便打电话的直接扫描 QR code 留下可以联络的啊电话，对不对？好，要留一下电话哈。下一档股票发动点我们就会立即通知嘛。今天严老师大放送，简讯费168，直接服务你。前面十位老师清代哈，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哈。下一档标股比讯息还要更强，强一倍，强两倍，我让你来验证哈。电话直接拨通，直接登记，明天早上专人一对一直接通知我们，明天见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我是你老婆，你累了吗？宝利达蛮牛，精力充沛，会抢。宝利达蛮牛，金包银，空流水。轮名投顾严分析师，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。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。